我是 Cindy 王心凌。真的，大家很担心我，每次看到我都会说：“你到底有没有吃啊？你是不是吃的很少啊？什么？”大家真的不要担心我，我真的都正常吃。而且我以前有一个外号叫做“24小时的把费”。我要说，亚历山大真的非常可爱，他是可爱到爆炸的。然后他也是我最近遇过最调皮、最好动的小孩。可是因为他太可爱了。所以你可以忘记他的调皮跟令人崩溃的好动，所以其实看了亚历山大呢，并不会让我有想要生小孩的冲动，是因为我那天这样子跟他玩，我就觉得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。反正我也生不出混血儿，因为我个人比较不是属于吃西餐的那一种。其实我觉得简单，就是简单的幸福就很浪漫，就只是可能两个人在工作忙碌之余可以一起看看电影，然后一起约好买点东西，比如说在家里一起煮煮东西吃，就是一些很生活的简单。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一种平凡的浪漫，不需要很绚丽的那种高空烟火打出我的名字，都不需要。其实就是这样的生活上的相处，然后你知道看电影的时候很暗，可以偷偷牵个小手，这种就很浪漫。我觉得想知道最新的美妆娱乐跟潮流资讯，请密切锁定 Beauty321网站。